恐怖躲猫猫三更新的这个兑换礼包你领到了吗？居然还有十个凡妮莎的邻家女孩皮肤碎片，这也太香了。如果你还没有兑换码的话，评论区打一给我点亮加号和小心心，我给你啊。这次更新凡妮莎邻家女孩的皮肤确实很好看，凡妮莎也收获了很多粉丝，不过这么漂亮的皮肤在凋零墓园躲猫猫好像有点不合适呀。我们等下试试看她变成傀儡是什么样子吧。不是吧，刚开局奥利维亚就被老男爵抓住了。不能急，先等男爵走了再救他。咦，奥利维亚怎么不见了？还是赶紧去找灵魂囚笼吧，这里有一个灵魂囚笼，赶快打开它。哇，第一个囚笼就开到元素光球了，那边还有一个。开这里的囚笼很危险，因为这是 boss 的出生点。我去，又开到一个，连开两个，今天的运气也太欧了吧。再接再厉，再开一个就集齐了。我去，吓我一跳，影子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又挨了一下，完蛋了，老男爵也来了。不行，我和你们拼了，就差我这一个元素光球了。太好了，大门打开了。啥情况，我怎么躺下了？快来人救我呀。完了完了，把老男爵喊过来了，这下凉凉。不过凡妮莎这皮肤变成傀儡也挺可爱呢。